自从2019年夏天败走凤凰天顶之战柴奥 AO026 路段，2020年炎夏败走八仙岭凤马古道之落凤坡，雷雨黄昏被捆红花寨麻雀岭之上方谷，受了这些三次败阵经验教训，今年2021年再以皇者出征，常山常胜子龙将军回魂，巨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一统天下超级商皇和十八路诸侯割据山脉，写下了2021年2000公里马拉松官徽三连霸徒步之基七股雷鸣山脊之完美结局，诗篇终结。
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2021年三国终归一统天下，一切尽付大江东去，都是尽在笑谈中。